从来没有，就是也没有向别人介绍过我是一个做什么样音乐的。我的音乐是很安静，也很吵。但对我来说是很好听。自由即兴，环境即兴的这一块，像拍一张照片特别像，就是我对一个环境或者对一个地方，我有一些感情。我坐在那里，哪怕我不弹吉他或者什么，我都能产生感情的一个地方。